万众瞩目的新北好市节即将在十月登场。这一次非常特别，我们举办了摊位票选，那希望借由我们的市民参与来选出自己喜欢的摊位，参与这一次的新北好市节。那新北好市节的摊位票选总共分为两大类，包括这个好味的美食以及好物选品。那每人每天是可以投三票，选出不同的你喜欢的摊位。那参与这样的活动呢，也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新北市政府市场处为大家所准备的奖品，希望大家共襄盛举。